来看到科技部今天宣布讲，后礼拜要搁去美国发射两粒咱家己国产的这硫磺卫星，一粒是这北汽卫星，第二粒是玉山卫星。猎鹰 SpaceX 那个火箭哦，延迟到一月二十一号，所以一月二十一号会有两颗飞鼠跟玉山会先上去。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部卫星的人才培育的一个局，主要是要让研发人员、大学老师跟学生有一个太空梦。科技部表示，这北汽卫星是由中央大学所制作，主要是含这五 G 的发展正有关系。玉山卫星是由这民间公司来制作，唔来当侦测到专家，嘛来当做交通的监控，啊个大外环围的这环境的监控。科技部表示，当年拢会以发射一粒人造卫星来做目标。